听听中秋冲分享吃饼，繁华 MV 破亿，带团出国。来人，为公子吃饼。听听这么充分，是因为两首新歌 MV 点阅破千万，他中秋节自掏腰包请粉丝 K 歌庆功。你是我最后的尘埃，连说的都西都是我活该，只有你快乐，我会潇洒离开。所以这样，你就是带相信乐团是出去玩？没有，就破亿。如果真的破亿是去哪边啊？其实大家都可以啊，金香万里。出国玩了，跟去欧洲、巴黎、金山或旧金山啊。我以前高中吧，高中是一个礼拜都会跟同学约来一次。我那时候到 KTV 就是很爱唱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一直把着麦克风，喂，当歌手之后就其实不太来了，因为觉得很烦，就觉得好像每天都在唱歌，就不用特别来这边唱了。歌手好像通常都是在剧里面就是完全都。很少唱，几乎都不唱，所以就来当分母啊，跟大家聊聊天啊。跟朋友唱歌，他们一直让你点你的歌，你会觉得很烦？我会有一点，真的、哦、没有那样翻白眼的感觉。对，我会这样。有没有告白过啊？就来唱一首歌告白啊，对不对？你最珍贵之类的。有，我们这个时候也有翻唱。什么年代啊？没有，我们这个年代也是，我们也有，我们也有。